这歌声实在太优美了 Red Velvet 就一录制 Happy Together 4提起受伤的 Windy 满是心疼啊난저희멤버 Windy 언니가많이아파서이번해에는꼭얼른나와서같이콘서트투어도가고그랬으면좋겠고요큰거를거창한거를꿈꾸기보다는주변사람들을잘챙기면서작은행복을놓치지않는사람이되고싶어요在还未播出的文字预告中就已提及自己因为心理负担太大也罹患了体化症这是一种病由心生的疾病会影响到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哎在韩国演艺圈生存那还真是不容易啊希望成员们早日恢复健康走好花路啊둘이잘만났대 Hey love you babe 우리좀이상해